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至为仁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济医院身心医学科林杰明医师。一般我们提到结核病，想到就是所谓的一个肺结核。那这个在结核病的这个疾病当中，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传染力非常强的一个疾病。的确，在台湾，每年约有15000名的这样的一个新个案的一个产生，平均大概是每36分钟就有一名病患的一个这个感染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大部分的时候，的确结核菌是感染在我们的肺部，但是在一个少数的特殊的一个情况下，它居然会感染到我们这个肺部以外的这样的一个部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林超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结核菌跑到一个脊椎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那我们欢迎林医师，林医师你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林超医师，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为大家分享脊椎结核的一些症状。是，那先谢谢林医师来到现场。那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 call-in 团队，病理科陈志生主任，血液肿瘤科李典坤主任，第一家务病房吴坤喜主任，神经内科张之普医师，家庭医学科刘浩成医师，刘成浩医师，泌尿科刘新和医师。我们 call in 的专线是04-2536-2377。各位观众如果有这个医学上的问题，欢迎打电话进来询问。首先先跟这个林医师了解一下，所以今天讨论这个脊椎的结核嘛，是不是跟民众说明一下我们台湾目前这个脊椎结核这样一个感染一个情形？事实上，脊椎疾病那一直都是我们在劳动中的国家、开发中的国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那结核病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造成一个很大死亡率。那平均一年大概有800万人感染，那死亡率达到大概1/4，有200万人到300万人。那在台湾，我们大概有1%的脊椎结核在所有结核菌里面，那其中其实它占所有的骨关节结核，就是肺外结核里面，我们骨关节结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它大概占了50%到70%的骨关节结核，也就是说，其实在所有的骨关节结核里面，大概脊椎结核是一个大种。那其中又以腰椎跟胸腰椎之间，算是占了大概40%到50%。是。所以这个结核菌，这个是一个传染力很强的疾病，这个要好好治疗。那今天提到就是所谓这个脊椎的一个感染的部分了哈。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影片，来了解到这个林医师有这个有一位王女士她的一个就业过程，那我们来了解她的一个情形。那各位民众，我们先看一段影片，请看。刚开始是发现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半夜起来痛的那个什么，你爬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好像骨头掉了，就很酸跟痛啊。我那天晚上我哭哇，哭靠到厝边背起来了，感觉就是好像撕裂伤，那就个脚要劈开，我那个疤那劈开一种型的那样。几近全身的酸痛折腾了王女士大半年的时间，最后甚至瘫痪在床，生活起居都需要家人的帮忙。痛到不知所措的她找了大医院的骨科医师求诊。有时候走一走就脚会酸啊，腰也会酸，到医院去看嘛。今年3月。去看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我骨轮派去啊，看医生也是吃个药啊，止痛的药。我很怕瘫痪了，我很怕说啊，按哪按哪方便了。王女士每天按时服用医师开的止痛药，不但完全对酸痛没有任何帮助，有天晚上突然吐血，才赶紧到台中慈济医院挂急诊。因为我吃那几天又要吃太多，吃太多了，然后就是已经12指肠溃疡，那应该得了，吐很多血。阿林医师有来。来病床那边，会科那边帮我会诊，然后他就叫我照那个核磁共振，一照出来的意思说这个要赶快开刀。
经过肠胃科医师、召会神经外科林英超医师会诊检查后，发现王女士的胸椎第十二节与腰椎第一节中间的椎间盘已经严重感染肺结核菌，是典型的肺外结核。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可能会造成双脚无力，甚至排便困难。结核菌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呼吸道跑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在肺部产生感染。那在肺部之后，有时候我们的免疫器官会去想要把结核菌吞噬掉、杀死。可是免疫力不够的时候，这结核菌杀不死，那有时候它就会钻到我们的身体的循环，比如说淋巴腺啊或血液循环，就会跑到身体的各处去。在肺部我们叫做肺结核，在肺部以外的我们统称叫肺外结核。它可以在骨头、在肠子、在肾脏啊、在心脏啊，甚至在脑部都可以有这个结核病的发生。所以林医师，我们看到影片，然后这个王女士，她好像这个吃很多止痛药，然后是一个胃部的一个不舒服到我们急诊室嘛，哈。那不过也合并一些神经症状，所以召会您去看。那是不是您说明一下您当时在这个急诊看到王女士的一个情形？事实上，我们看到她已经在病房接受治疗。哦，是。那她的胃部出血，就是一些胃部的症状已经得到改善。是。那他找我们去看的时候，是因为他的症状一直背部的症状存在，然后他又不能一直持续吃止痛药，他希望寻求一些更彻底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去看到这位女士的时候，她的脚其实已经有明显出现，除了酸痛以外，有一些感觉异常，然后明显的已经没有力气。我们也担心说她会有一些除了感染以外的一些并发症造成的神经压迫，所以当下我们看 X 光以后发现并没有很明显的结构的变化，我们还是给他做了一个磁振摄影。那磁振摄影看到的时候，就看到他在脊椎那边有一个脊椎结核。是，所以当时不只是酸痛，还有一些无力或是瘫痪的可能性。那通常我们会有思考哪些的病可能会造成这样的这个神经瘫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在脊椎疾病里面，除了感染以外，还有一些肿瘤或者是一些神经压迫，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的。那这个目前来讲以核磁共振的诊断率最高，所以我们在一般病人如果他来的时候发现他下肢无力，有紧绷的现象，甚至于已经有括约肌他没办法放松，然后加上一些像一些感觉异常，我们会给他安排核磁共振，以核磁共振的解析度跟他的一些判断来看他到底是在腰椎还是在胸椎甚至在颈椎造成的一些症状。所以除了一般的骨刺感染或者是肿瘤都可能会造成他这样的症状。是，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发现腰椎有一个异常，那怎么样能够确定这是一个结核菌的这样一个感染呢？如果是在早期，因为结核菌在脊椎的感染，事实上在我们一般的认为还是以内科治疗为主。是，只有在他有神经症状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以手术来治疗。是，那如果没有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针刺、穿刺的方式去做取得切片。那如果是取得一些病理组织，如果是用手术，我们当然就可以拿到他的一些脓疡组织来做化验，那得到证实他是结核感染，那可以用上结核菌的药。是，所以王女士她的这样的症状典型吗？就是说她这个结核菌感染我们的脊椎，那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症状？事实上像这种病人常常来到神经外科都已经有神经症状。是，所以她前面可能我们最高也有到半年到九个月他都还不知道，就那已经来的时候坐着轮椅进来，那这时候才发现说他原来是在腰椎以上。是，那像平常我们在胸椎感染的病人可能被误以为胆囊炎或者是一些阑尾炎，那就被误诊或者延误他的治疗。是，那如果说像腰椎的话，一般最常见就是坐骨神经痛，那被认为说是一般的骨刺，那常常在胸椎感染，但是你在腰椎看到骨刺就会认为是腰椎的问题，是给予药物治疗、复健治疗，甚至于手术治疗后，才发现他症状越来越严重。是，那这时候才在网上延伸看到是一个脊椎结核。是，所以这个症状的询问，然后影像学的判断要抽丝剥茧嘛，才能
好好的确定这样一个诊断吗？是是。那刚刚林医师也提到这个肺外结核很特别，在骨头的部分，是不是描述一下这样骨头的结核的一个情形？其实肺外结核大部分是在脊椎，那以我们神经外科接触的大部分还是脊椎结核。脊椎结核其实以腰椎跟占大多数，大概占40%，那胸椎也占了39%、35%，所以其实这两种大多数，那它大部分是在脊椎外面的软骨直接从那边干，那来路可能从淋巴或从血路造成的症状会它在里面坏死，然后会形成脓疡，那这些脓疡可能会压迫到神经，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的压损伤，甚至于造成瘫痪。是，所以这些症状也许诊断的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了哈。如果没有治疗，这个瘫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这种瘫痪其实不太容易恢复，所以我们会希望在他还没有瘫痪之前就找到他。是，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来到我们的诊间，我们应该给予更详细的神经学检查，那确定他到底是腰椎的压迫问题，还是他有更其他的问题造成，那给予核磁共振的检查，那磁振摄影可以让我们一目了然的知道他是一般的感染、细菌感染，或者是一般的脊椎炎，或者是一个结核菌的脊椎炎，那是药物治疗。一般以药物治疗，以台湾目前大概是以治疗一年，它通常都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是，那复发率也不会很高。所以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没有好好的诊断，这个瘫痪是比较不可以恢复的，所以是蛮危险的情况。对，是，所以还好王女士虽然这个疼痛了一段时间，还好这个经过治疗了哈。所以各位观众，我们也这个了解到，原来这个结核菌不只感染我们的肺部，也会造成这个脊椎的感染。那我们接下来看这段影片，来看这个王女士治疗过程。那我们请看第二段影片，请看。结核菌不断的侵蚀椎间盘之后产生的脓疡，压迫神经，造成神经无法正常传达指令，最严重会造成下半身瘫痪，甚至小便难解的问题。我很奇怪，怎么会觉得竟然跑到骨头里面去，怎么这么妙？神经外科林超医师为王女士进行手术，先将压迫的神经减压，脓疡清算后，再用钢钉将脊椎固定，就不会痛了。然后就一个礼拜我就下床了，下床去厕所。手术如同把长久插在身上的钉拔掉一样，迅速地解决了王女士这三年来日夜的疼痛，让王女士仿佛重生一般。然后最严重就是要开刀以前，这个右边这个地方，实在是有别人讲的，人家下地狱的，很痛很痛，那就没得爬起来了。哭了也没紧啊，都可以活动。哦，哭了，偷捡物件啥，那没得紧。哎，没紧嘛。结核菌最常出现在呼吸道、如肺、气管、咽喉等。如果病患的免疫力不佳，白血球功能差，就有可能跑到全身血管中，造成脊椎结核、泌尿道结核等。林超医师将王女士脊椎的脓疡清除干净后，再会诊感染科医师。那现在结核菌还很多吗？应该是没了。我这个会不会传染？目前是不会的。之前很难讲，但是目前不会，因为你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我很感谢林医师，他救了我的命啊！你那个时候在痛的时候吓死人了，我不要再这样，我就吓死了。原则上的差别就是，只要你痰里面能够验出结核菌，不管它刻出来的抹片或者培养出来有结核菌，那这时候我们就称作是开放型的肺结核。那这种开放型的肺结核，它就具有传染力。那如果这个结核病它是在肺部里面，但是痰咳不出来，没有细菌，或者是说它藏在身体其他内部的器官，包含肋膜腔的积水、心包膜的积水，或者是一些骨头上面，它不会经由咳嗽而传染，那这个就称作是非开放型的结核病。非开放型的结核病不会透过咳嗽、飞沫传染他人，因此不需要隔离，透过6个月以上的药物治疗就能获得改善。现在的王女士下肢慢慢恢复能力，持续的服用抗结核菌药物之后，就能够重拾起往日的健康。
所以林医师，我们刚刚看到王女士她这个得这个脊椎的结核，的确是非常难受啦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治疗的部分，您拟定的方针是怎么样的？事实上我们刚刚有看，如果说我们一般在早期他没有神经症状，这个疾病在诊断以后用穿刺得到他的一个病理切片，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大概一年。那像王女士这样子，我们因为他已经有神经症状，对，我们是给予一个手术治疗。是，那像这种手术治疗跟一般细菌性的感染手术治疗不一样，是我们不需要做一个很大的扩充，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固定的像一些钛合金的钢钉放在里面做置放。因为像它这样子，一般来讲细菌会在钢钉上面形成伪膜，造成治疗上面的伪膜就是一个一层膜在钢钉上面，它是没办法用抗生素去治疗到它。是，那像结核菌它是因为它不会形成伪膜，所以像这种结核菌在早期我们一旦发现有需要治疗，我们就可以直接以钢钉固定，这样子的治疗效果就会达到事半功倍，也就病人可以在很早的时间内他就可以下床，那他很早的可以恢复他的体力啊，他的一些活动能力，那他恢复也会好一点。所以像在现在治疗方针就是早期的治疗，如果说没办法早期治疗已经造成有神经症状，我们就以手术治疗。那以手术治疗一般来讲又可以加上钢钉，那让他可以早期下床，早期复健，早期运动，那他神经症状也可以得到最好的改善。是，大概我们的方针是这样。是，所以跟一般的细菌性的感染跟结核菌的这样的感染的治疗方针是不太一样的。是，所以不过您提到这个钢钉的固定啊，这个原因是因为要怎么样的保护它的脊椎？因为事实上当它脊椎椎间盘受到结核菌的感染的时候，它是会造成一个不稳定的现象，所以病人通常他一下床就很痛，在床上翻身也会很痛。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施以钢钉固定的话，病人他的疼痛没办法得到改善。是，那这个治疗就仅限于拿到病理切片，就没办法减缓病人的症状，那甚至于你的减压造成了不稳定，他也没办法有愈合的效果。所以我们除了做减压钢钉固定，再做引流，最后这个病人他就可以得到药物的治疗，那最后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改善，最快的治疗。是，那不过我们民众如果这个听到要脊椎要打钢钉了哈，会有点担心了哈，所以林医师通常会怎么样跟病人说明这个手术的可能的危险性或它的好处有哪些？事实上，我们往往会从你不施做这样的手术跟你施做这样的手术比较起来，你得到的好处是，还有你得到的坏处。是，如果你因为你不施做这样子的一个钢钉固定，最后你要躺在床上躺三个月，那对你来讲你可能无法忍受，是，而且你的疼痛依然在你翻身当中它还是会痛，对，一起来就很痛。那这样的情况下，即使钢钉对你来讲可能会造成一些僵硬或者一些某些酸痛的后遗症，可是对你来讲还是值得，也就是说是利大于弊。所以考虑的这个生活品质，那利大于弊的这个结果说明之后，也许病人他就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了。是，那我们刚刚看到您这个开刀画面哈，所以在医疗团队医疗同仁在开刀的时候，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结核菌嘛哈，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是我们一般像结核菌的或者是有一些肝炎啊或者一些感染性疾病的病人在做手术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一些更大的防护，比如说戴双层手套，是，那你的隔离衣可以用一些抛弃式的，也就是说你穿完这些东西完全就是包裹在一个感染性的废弃物里面，直接就是丢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保护。那当然在当中它虽然不会经过飞沫传染，可是在手术当中它可能经过血液的一些粒子，就是喷出来的血液，它会碰到我们的皮肤，是，所以在我们平常手术当中的保护也很重要。是，那这样子都非常小心的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可以避免被这些病人感染的一个可能性。是，所以也是好奇一下，所以这个肺外结核、脊椎结核不会透过空气飞沫传染，不是经过口沫传染。是，不过在开刀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一些血液的这样一个散布的过程。那比较好奇哦，汪女士说这个开完刀一个礼拜就下床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当你是做一个比较良好的固定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早一点进行活动。那事实上一个病人他在早些进行活动，他的一些神经症状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善，
那也不会有一些肌肉萎缩啦，或者是因为停放就是必须在卧床时间太久造成的一些后遗症，关节僵硬等等。是，那术后呢，有这个我们病患这个是不是要穿什么背夹，还是生活有什么要注意的一个事项？背夹现在在我们施做手术完了以后穿着是短期内需要，但是不建议长期是穿着。是，那其实就是要定期的起来活动，刚开始，然后后面要尽量的多以运动来表现。那如果一些神经症状需要得到一些别人的帮忙，我们就会建议他去做复健。是，所以复健的这个通常怎么样的建议，是怎么跟复健医师做一个讨论？像他这样的复健，如果说他的神经损伤是可以恢复的，事实上就是以尽量迅速的复健。那我们会鼓励病人除了复健以外还要做运动，那至于做哪些合适的运动，我们会跟复健科医师商量，那让病人得到一个最适合的运动。是是，所以这个王女士刚刚看到她开刀之后这个恢复的健康，不晓得她目前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是如何的？其实她后来她就几乎完全正常，那她目前是接受一些结核菌的一些治疗，结核病的一些治疗，那治疗到目前看起来成效都还不错。那我们在后续的 X 光的追踪也发现他的其实他的骨头长得很好，那表示说他疾病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们也很高兴在一个有效的药物治疗再加上我们的扩充治疗以后，他得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是，所以刚还是提到这个有些术前的病人适合这个用药物治疗吃一年就改善了。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这个感染科医师有在门诊，所以他现在这个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个药物的治疗这个部分？他现在还在吃，可是我相信他慢慢他停药以后，事实上的症状已经完全解除了，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需要一些持续的药物治疗。那事实上药物在一段时间也会停掉。是 OK， 所以那个有些病人会不会担心啊，我这个是一个结核菌，有没有可能又再复发了这个危险性？一般结核菌如果治疗得好的话是可以完全治愈，那感染的疾病其实在复发表示你没有治愈，如果说一旦治愈它其实不太容易复发。是，所以最后临时有没有跟民众做什么样一个叮咛这个部分？事实上结核菌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如果早期可以发现的话，是的确是可以用药物治疗，不需要接受到手术。那即使在早期接受手术它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病痛引起的症状里面已经超过于只有一般的一个神经痛的时候，也就是你会发现你脚开始没有力气，有时候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才可以得到它的效果。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医师哦，那也向林医师学习这样子一个脊椎结核一个治疗跟这个很好的一个案例成功的一个分享。那各位民众，如果我们有任何这个神经学的一些危险的一些症状呢，也是请您及早就医、及早治疗，也祝福您健康。这位人医守护外，我们明天见，谢谢您。